出一个油网视频啊，兄弟们，汽油加桐油，这个网是4米左右的网，用那个1斤多汽油，92号汽油啊，拿了，这个网啊，缺油缺的比较厉害啊，咱家呢1级数桐油啊，这个网啊半斤的钩。剩点啊，用的东西啊，搅拌均匀，搅拌搅拌。因为这个网啊，说实话，掉头虫这个地方啊不好剪，应该是有网的时候应该剪开。咱今天呀，为了这个拍视频啊，时间不够，咱就大体呀，给你们出个教程看一下哈。先把这个底端啊。放在桐油里，啊，揉搓就行，然后跟洗衣服一样揉搓，让那个桐油跟吸油啊充分的吸收，大地马线充分的吸收一下，因为一般在家自己有网的话，最好是把这个吊钩绳给解开。咱这次为啥不解吊钩绳呢？说实话，现在拍视频呀，时间太长，啊，时间太长，效果不是特别好。所以呀，咱这次只要是你们看对那个方法，啊，看对方法，哎，时间揉搓，哎，揉搓一下。看到吗，兄弟？啊，基本上这个网就把这个桐油跟汽油已经吸收饱满了。它这个网缺桐油缺的比较厉害，啊，看到吗？加了这么多汽油，哎，桐油都没了，全部被这网吸收。剩下的话也是剩下丁点儿，啊，咱家呀打个广告，咱家就是做这种1级熟桐油的啊，大力马县专用熟桐油、植物油、1级熟桐油啊，有喜欢的可以直接。点击咱家小黄车，里面种满35一瓶、65两瓶、2瓶、1瓶1斤啊，可以看一下哈、啊，油的效果特别快，干的效果好啊。油完网以后，沥干油啊，沥干水分，沥干。沥干。吸收不了，这就平了。然后啊，找个高点的地方给挂起，啊，太阳底下暴晒，太阳底下一般暴晒的话，也就是2天吧。现在天气这么热的话，2天，啊，2天。好了，这次有网啊，就视频就出到这里，把它给我挂起来，用个竹竿把我撑一下，啊，就够用。好了，兄弟们，